是谁封杀了花东快？萧美琴。萧美琴是一个党意大于民意，他只会听民进党，不会听人民的声音。在现场呢，已经突破了有五万乡亲，伟大的台湾人民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我们去守护台湾，好不好？我们去下架民进党，好不好？下架民进党。我们是民进党的主人，恶仆欺主，这么恶劣的仆人来欺负咱家的头家，骗吃骗喝。人命只也要赚，咱台湾人当五万会当好好啊过咱的时代，疼疼咱的家庭，孝咱的子孙，都会当好咱好来安居乐业。民进党，逐天在操命人加工，逐天就在制造冲突。各位亲爱的乡亲啊，我们。是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平安长大，我们能够好好的就业。各位亲爱的乡亲，这个时候我们不分南北，不分东西，携手同心，请大家告诉大家，给到行会老丁老卡亲家五十，我们做会全国的乡亲，咱好好联络。一月十三下架民进党，好不好？期待什么？盼望什么？政党轮替，对不对？对。明年一月十三号，刚刚朱主席讲得很清楚，这张选票不只是投给傅昆萁的，不只是投给侯友宜、赵少康的，不只是投给我们不分区的，这张选票更是投给我们自己，投给我们的家人，投给我们的子孙，投给我们台湾的未来，好不好？好。谢谢大家。只要傅昆萁立委当选。继续在立法院好好的拼，侯友宜跟赵少康，一个当选总统，一个当选副总统，我绝对会实现花莲县长期来的交通路网的梦，让大家大发展，好不好？好。只要我当选总统，少康当选副总统，傅昆萁当选立委，以及国民党刚刚三位原住民当选立委，我们马上做。才对得起今天满满看到让我感动，跟我在新北市、跟我在大都市造势一样，这么多人都出来了，真的对花莲县来说，真的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。这份情、这份意，我们用做事回馈给花莲县所有的县民们。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感谢大家，感谢，谢谢，什么还是谢，谢谢大家。侯友宜，动算！侯友宜，动算！赵少康，动算！